阻止不了任何事的发生。我突然看见手机里的照片，就好像昨天一幕幕在眼前，是改变的容颜，还是梦想到了现实的边缘？未知的剧本，我该如何去表演？你突然学会品尝生活滋味，不再像昨天不知如何面对。有爱你的朋友，多了一个暖心的宝贝，现在的得到远比失去更珍贵。你二十岁的时候，面对突然降临，你会害怕。三十岁，当你以为你掌握了生活所有的节奏，但还是会发现需要接受改变。四十岁，非常突然的生依旧存在。生活不怕发生突然，只要你敢去面对。